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我是靖宇，我们两个在一个游戏公司做美术的工作。5年前，因着我的岳父岳母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遇见神营会遇见了神，开始了追寻神的旅程，并且热心的想要将教会所学的带进我们的职场，所以我们就从两个人开始为我们的公司祷告。一边祷告的同时，我们一边做了许多的尝试，包括在公司发圣诞节的糖果，邀请同事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和同事吃饭，建立关系，建立职场小组等等。那虽然每一次的尝试 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果效，但是我们仍然不断的祷告，尝试把福音带进我们的公司。一直到去年，我们小组举办了恋爱福音讲座，我们很开心的广邀同事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来参加。我那天真的是沮丧到了极点，我甚至没有办法再工作，我跑去厕所里大哭了2个小时。我开始问自己说，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自嗨，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。而在祷告中，圣灵就安慰我们说，你们不要只是想传福音，你们更要爱你们的同事。原来传福音的重点并不是在做业绩，爱才是重点。以前我们觉得爱同事就是要跟他讲真理啊，跟他讲福音啊，然后叫他来信耶稣啊，这才是爱他。但其实我们跟同事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，也没有跟他们建立更深的连结。而圣灵就提醒我们说，爱是成全，是用同事能够理解的爱，做真正能帮助他们的事情。我们的公司大概有700多个员工，当时刚好在适逢一个大幅的裁员跟离职潮，因此我们同事间的士气十分的低落。那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公司内部都没有人愿意做培训这件事情，所以圣灵他就启示我们，奉献下班后的时间跟金钱，举办公司内的专业交流分享会，帮助同事提升专业技能，也帮助公司提升竞争力。举办分享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信心的冒险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还只是一个小职员，我们不知道同事或长官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会不会觉得我们另有所图。但是我们祷告并且顺服神的心，愿意选择继续积极的爱这间公司，还有爱我们的同事。感谢圣灵，分享会在同事中间得到了极大的回响，在长官前面也得到了大力的支持。同事们看见我们在公司状态如此不好的状况之下，仍然愿意对公司抱有盼望，也开始激励他们对公司抱有好的期待，甚至找回工作的热情。在我们办分享会的时候，有同事把他的Skype 状态从烦改成觉得不错。那同事 B 说，谢谢你们找我来分享，我整个工作动力都回来了，没有想到我也可以成为帮助同事的那个人。而同事 C 跑来问阿哲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在看什么书啊，为什么你们想的都跟别人不一样？而阿哲回答说，你知道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是哪一本吗？而我们主管也说，如果大家都跟你们一样这样想就好了，这应该大家都去信教。而如今分享会已经是美术部同事们期待的活动，总监也为我们提供经费，甚至协助我们寻找讲师，大力的支持这个活动。当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在耶稣面前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反而更多。在这一年中，我们跟许多意想不到的同事建立起了关系，被上司还有总经理信任。开始分享会的这短短的几个月内，我们就从普通的小职员被提升为专案组长，各自带领十几个人左右的团队，开始进入治理的行列当中。我们从来没有祷告神要让我们升迁，而是祷告我们的公司可以认识神，祷告我们的公司有好的文化，祷告圣灵赐恩典跟智慧给我们的领袖。而我们相信是神要把他的一些孩子托付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生命以及职场中的祝福。我们仍然继续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也努力地将天国文化带进我们的专案当中。我们重视关系大于表现，也努力培训与成全每个人。虽然人有不足之处，但是我们的专案却已经带出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文化氛围。而就在上个月，总监来找我，他说我们公司要开一个新的专案，他想要提拔我做专案的主美术负责人，带领约4到50人的研发团队。我那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因为我是一个 2D 美术，而我们公司这个职位照惯例是不会由 2D 美术担任的。
刚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的焦虑，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可能带领一个研发团队？但是在隔天，我就收到一幅先知性的绘画，告诉我要承担意象，带下爱。我知道这是天父给我的启示，他在沙漠开江河，并不是要让我带出一个成功的专案，而是要让我用神的爱来爱我所遇到的所有同事，将天国文化带到公司当中。在进入职场这五年当中，我们也曾经感到非常的挫折，想要放弃，觉得我们公司的问题这么多，靠我们两个小小的职员怎么可能改变，很挫折，都没有办法带人来到教会，也在尝试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被人说过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甚至沮丧到想要离职。但是在整理这篇见证的时候，回头看才发现满满都是神的恩典，而他真是一位听祷告的神。前面三年看似没有果效，但其实是神在预备我们的生命，也在预备环境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就兴起我们，使用我们来开始祝福这间公司。罗马书8:19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。我相信你的公司正在等你被兴起，你就是神给公司的祝福，而你也是你们公司问题的解答。当我们将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的时候，开始学习祷告，学习去爱，这五饼二鱼就必能在耶稣手中成为神迹。愿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的父神。阿们阿们。